起床了。悠悠布告栏，答案选选看。西瓜哥哥，我昨天有一直打电话给你哦，但是打了好久，你都没有找到你耶，你到底跑去哪里了？哎呦，昨天啊，我看天气很好，所以就约了我的好朋友一起到公园去打球啊。哇，跟朋友一起去打球哎，那一定很好玩喽。可是那个时候我有发现其他的人，他们好没有公德心哦，都随便在破坏公园的环境，害我的心情变得很差啊。西瓜哥哥，他们是怎么样破坏公园的环境，让你心情变得这么差呢？那接下来呢，就先让小朋友来猜猜看，哪一些行为是非常不好，而且呢会破坏公园的环境哦。来看看我们的布告栏有什么提示吧。第一个是随地乱丢垃圾，第二个是攀折花木，第三个是随地吐痰。小朋友，你们知道答案是哪一个吗？小朋友，现在赶快站起来，跟我们一起动一动喽！猜猜答案在哪里？等等回来告诉你。就这样有精神，不停到小闹钟在耳边唱着歌，一起
们再来复习一遍咯。小朋友，现在呢，赶快站起来，跟我们一起摆摆头，扭扭腰，准备跳舞咯。小朋友，欢迎参加悠悠 Party， 两只爱的悠悠，预备备，开始。悠悠，悠悠，又是一个美好假期，快快想。布告栏答案选选看，西瓜哥哥，你有看到其他人到底是怎么样来破坏公园的环境，让你心情变得很不好？是乱丢垃圾，还是攀着花木，还是随地吐痰呢？这些啊，破坏公园环境的行为就是乱丢垃圾、攀着花木，还有随地吐痰。这些行为啊，都会造成我们公园环境的脏乱哦。对啊，我看到脏乱的公园啊，我心情也会变得很不好，就不会想去公园活动了。而且如果公园很脏乱，就会呢招来苍蝇，而且还会发出臭味。这样的公园，我也不要去哦。那所以啊，每个人都一定要有公德心来爱护公园，这样就有漂亮的公园喽。那小朋友，你们都记得了吗？我们下午见喽，拜拜。